đại học ca kỳ ngắm nỉ. Hello,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航假期嘅行程播报。今日咧，我将为大家介绍嘅行程咧，团号系 DH5031。今次我哋坐飞机去浪漫之都韩国，一领韩国风情二字啊！南怡岛长长嘅道路两边整齐咁挺立着高达25米嘅武圣杉木，不直高耸，漫天飞叶。南怡岛美丽嘅风景吸引着新人们嘅到来，幸福就系发自内心嘅微笑，感受最美丽嘅自然，幸福就系咁简单。小法国村，韩国购物旅游呢个充满欧式风情嘅小法国文化村系首选之地。游走于韩国呢个独特风情嘅城市，与你一齐领略欧式风情啊！梨花壁画村，佢系一个依山而建嘅小村落，上上下下嘅台阶上咧，隔篱嘅墙壁上已经俾艺术家咧画上咗各种嘅图案啦。韩国较多偶像剧咧都会嚟到呢个壁画台阶嘅，一场嚟到壁画村，记得影张相留念喎。乐天世界，它位于首尔的市中心，它这个主题公园有惊险的娱乐设施，凉爽的溜冰场，各种表演场等集娱乐参观为一体的娱乐场所来的。明洞是位于首尔中区，是韩国代表性的购物街，在这里不单止可以买到服装、鞋类、杂货和化妆品，还有各种饮食店。明洞大街两边都是高级名牌的店铺，充满着年轻、感性和前卫气息的各种时尚用品随处可见。浪漫之都，异国风情，大家快点来大韩假期报名啦！咁咧喺呢度祝大家生活美满，过赚到盆满钵满，家庭幸福，日日如此捞足，最紧要今次嘅旅途愉快，探下世界，拜拜。